小朋友傾啲嘢，要完成一下手頭上嘅嘢，我哋就出去。Let's see。今日 very productive， 我好中意呢度。而家我哋准备去食啲嘢。咁乱咗头发，其实我都知点解男朋友咧一过咗嚟 tour 咗一下就决定咗我哋要转级。呢一间真系好好多 gym person 咧，睇年轻好多啦。我哋而家谂住去食嘢，我又好想，我又想食牛肉粉啊！就系呢啲我永远都食唔厌嘅嘢。A 一个部分，即系中间 A 一部分。
会掹你多个零食袋水车。我好中意玩呢个人猿追逐，你睇下。今日应该系。而家就係好任性咁想食少少熱辣辣嘅甜嘅嘢食，雖然而家已經差唔多十點，我聽日仲可以帶啲去翻工嗰陣食。但对照根本咁，哇！那个肉单，嗯，看了看，并不想要加，哎呀，并不想要配合，哎呀，是我自己。
好人。今日是我这么多人以来难得是跟他出去拍拖的一天，我突然间很怀念以前不用上班的日子，真的经常可以跟男朋友一起。我下个礼拜的排班已经出了，下个礼拜要连翻四日工，现在在这里执埋啲嘢，可能就准备要瞓。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好像没有时间兼顾得到我的 workout。我这个礼拜是一日都没有去到，一旦翻工，一旦攰，一旦做嘢，我就唔系好想个身体上面再受累。Figure it out。翻工前更早起身去 workout， 然之后再翻工。唔知道时间上面咁样现唔现实啦，但系 ，yeah，I'm trying my best。